11月20号下午，电影《祖宗十九代》在京举行定档发布会，导演郭德纲正式宣布新片加入狗年贺岁战队，定档2018年大年初一。发布会当天，郭德纲携部分到场主演岳云鹏、吴京、杜淳、欧弟、于谦、吴越、郭麒麟、王小利、孙越等提前向观众送孝贺岁。岳云鹏现场以吴京、杜淳、欧弟三位梅氏祖宗们大秀家族基因，叫嚣全家都是美男子。除电影主创外，冯小刚也惊喜现身，为郭德纲导演首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实力打 call。 而且这个档期宣布的特别好，大年初一，这是一个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最出票的大票仓的时间，而且这个类型的喜剧又是合家欢，所有的人都能看的一部戏，所以自从他一宣布这个初一之后，我估计好几部片子要调整档期了。好几部档期是吧？不敢不敢。如果他们要调了的话，我就往初一也调一点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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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个于谦儿，这俩人都是56亿的演员，大傻啊，咱们又打一折，其实就够花了，用不了这些个。发布会现场，当被问到对电影有什么期待，郭德纲如此回应：好与坏无所谓的事儿啊。其实这个戏说，人家都说卖30亿、50亿，我也没这么想啊。让大伙儿看，结果郭德纲还行，这个戏还能讲个故事，还能说个人话，我就挺知足了。当然，要能再卖个30亿就更好了。